下一个女朋友，比赛就开始就审查干嘛的呀？那就结束了，那是十年以后审查的。比较没有这么浓的咖啡感。上来，好，我稍微推进一下。这样可以吗？小心烫到。那这边三款加的是出海洞嘛，那另外你要加什么？出对。出海洞。没事没事。鲜鱼不晓得，葱花炙烤。很好用啊，五谷牛手。你本来是乌龙面，妹妹可以吃乌龙面。炸酱片乌龙这样。对啊。哦，妹妹吃乌龙面可以，好。炸虾片不浓烈，小孩子要上幼稚园了，是不是？以前你小胡上幼稚园哭几天啊？有没有记得？啊？哭一个月啊？哭一个月。不要以前啊！小孩不要把你头伸住。这种问题的时候，你不能把头伸住。哭了快一个月吧。这个认知啊，反正逼我。是吗？第一天没有，后面。还在干嘛？他都是忍耐。姐姐，我看到你把脸遮住了。你想哭，但是没有哭，一直忍。泪水都在眼睛里面的。那妹妹呢？妹妹，你哭几天？幼稚园。三个月没有讲话。对，妹妹前三个月都很闷，对，都很不习惯。但是妹妹有哭吗？妹妹都没哭，妹妹都忍得住，所以都不哭了。上幼稚园，就这个小时第一天找不到爸爸，就哭出来了。我还记得我有一天带那个熊猫不倒翁来学校，然后呢？然后我听到爸爸妈妈会在外面，我就直接进去。然后结果我在玩熊猫不倒翁，我就盖一个小城堡嘛，然后把熊猫不倒翁摆上，然后就出来想要跟爸爸妈妈聊天的时候，就发现爸爸妈妈不倒又冷了。哇，我要饿死了！妈，今年到底是什么？自己的豆皮说是自己拿去的。前面前面是三个，我只要把这个尾巴。没有，你先吃完一次一个，吃完再加。没有人跟你抢，爸爸妈妈都不喜欢吃。对。妹妹，你要吃一个，爸爸帮你夹。爸爸帮你夹一个好不好？爸爸帮你夹一个好不好？妹妹，要不要？好。对啊，对啊，
这样，可以，看虾乌龙面。哈哈如果小朋友要吃蒸蛋的部分，要小心看。谢谢，谢谢。哎，擦完蒸嘞。有人要吃擦完蒸吗？那就问自己。有人要吃擦完蒸吗？然后这两个青蔬是芥蓝菜，对，它上面淋的是胡麻酱啊。谢谢。谢谢。妹妹，你要吃炸猪排吗？好，李小姐。小胡，小胡，你的炸猪排，我放这里，小胡可以放这里，还要再一块吗？要这两块给你啊，好吧？不烫了。然后擦完针的话，就给妹妹。要炸地瓜吗？这比在海洋公园吃寿喜的话，可是那晚上是吃。单点吃到饱九百八，单点吃到饱九百八，那对啊，那因为我们可以改吃。你先把猪排炸虾跟炒板针吃完，明天九百八吃到饱。阳光园的拉面多少钱？是，啊，真的不如吃这个。我记得他的餐都是要200趴以上。我跟在这边站区几乎都是要高的，只是说花莲的等级比较低。花莲的橘等。小嘴，妈妈里面包一颗小嘴。哦，现场出面的你就不好意思。一般是打九折嘛，那个。动作保险啊，不重要哦。你看。第三轮，再有你说说，第三轮开始就审查是干嘛的呀？啊，就结束了。那是十年以后审查的，十年以后要的。地图的写都是查完的，好啦。十年以后要。阳光园一碗拉面要260。哦，这样。要不要体验一下呀？你要蘸酱吗？蘸酱油吗？不用，对不对？他的猪排那边饭太多，你看一下那已经阵亡了。姐姐，来吧，姐姐。妈妈在录你哦。是啊。爸爸在录你哦。姐姐，你想睡觉还是不舒服？西瓜弄头了，把它擦一下。西瓜弄头，西瓜怎样？西瓜弄头，因为。我们有小黑豹，这一只就够了，不需要其他玩偶。我不想要把小黑子关在那个箱子里。因为想那么多，关在箱子里。因为已经有，因为
已经有那么多次我喜欢的玩偶，然后我只有一只可以喜欢的玩偶，所以我就用宝宝猫和小宝宝猫来代替，睡前故事的玩偶啊。阿凯妹妹喜欢吃哪个？天降餐费一共做完折扣是756元。阿贝有需要打桶边吗？不用。请问一下，那晚餐是吃东西？对，点餐是的，吃到了。好，走了。谢谢了，拜拜。拜拜。